的成员之一在18日迎来29岁生日，而当天他除了在 IG 分享庆生照以外，还暖心认证了粉丝们的生日应援。只见他先是 po 出自己亲自造访粉丝为他准备的生日咖啡厅，接着又晒出来自世界各地粉丝所赠送的礼物。然而仔细一看，礼物堆中竟然出现一个印有中华邮政的包裹，不排除这是台湾粉丝送的生日礼物呢。此外，还有眼尖的粉丝在知音的冰箱上发现一个暖心的秘密。只见他把粉丝将赫拉 P 上去的合成照印出来贴在冰箱上，让看到照片的网友纷纷感动直呼知音真的是天使。赫拉看到的话该有多感动啊！而在19日举行的第32届首尔歌谣大赏中，卡拉因获得 K-pop 特别赏而上台领奖。结果成员们不仅为赫拉留了一个位置，成员申妍在发表感言时还表示，今天有一个不能和我们一起来现场的朋友，我们会和他一起分享这个奖项，谢谢大家。让在场粉丝听了相当感动，纷纷直呼卡拉永远是6人组合啊！